国小的转学生鬼鬼，然后我今天会在跟三年级的小朋友一起，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指教。我呢，等等，是不是要上自然课？老师，请问一下，自然课是要上什么啊？我们要上的是大自然的隐身术。那其实我还有准备一些。下课了，老师。我知道，所以来，等一下啊，来，等一下下课要做的事情。要叫谁？预备备，开始。啊，妈妈呀，你多少了？我一百了，你别一直靠近我，你打到我了啊！你走开，你别靠近我，你跟我来一下，你别靠近我，这是输。快，我们是不是要到外面去做自然观察？待会呢？等一下，拿出去。要啊，要去水深池。那里没太阳了，没太阳了。不要忘记我刚刚交代的任务是什么？找蚕壳跟找蜂窝。我有看到吗？这里，哇，好可爱哦。对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蚁窝，哎。在哪里？很孤立。小小的，对不对？太小了吧。小小的。你要会到那个森林里面，好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哈。等一下。要爬山。什么事吗？等一下，你说要去哪？爬山。不是，我们的户外不就是这里吗？没有，还有在那边呢。关于喜欢蟑螂吗？我不喜欢，不要再说了。不要靠近它哦，过来一点。你们不要一下子迷路，我怎么会被这个蟑螂搞疯了？好了，你们这里黏着我，看蟑螂。我听到了，他说好难听，我不跟你好，我要虐你了。你为什么要说我的歌难听呢？我没有。可是你跟明明就在唱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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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我说那个，他说冲冲冲冲很难听。然后嘞，就是这样啊。那是我唱的啊。哦。可是我本来你不可以说难听吧？好，那虐你一次。好。很舒服。来，我要上车了，过来抱一个。回家哎。好，一人一次，好吗？一人轮，然后看下一个。握握手，握手。就抱一下，握手就好。喜欢被虐，他喜欢被虐。过来。